鏡頸號，我就著7號嗰衫嘅。右翼或者右閘。張子健啦，咁我球衣號碼係6號啦，後衞啦，主要係左閘同埋右閘。叫江仔啊，我球衣號碼係7號。我踢後衞嘅左右閘。蘇華，我球衣號碼係8號。你只係中場中咧？2號波啦，我球員 number 10號啦，前鋒或者右翼左翼。有啲叫我阿波，有啲叫我朗尼啦。多數都阿朗尼。啲隊友平時都叫我阿井。平時隊友都叫我炮仔。因為我細個就跑得好快，同埋好中意頂波啦。鏟到個頭又好短，好似隻海豹咁。會同阿大康鹹蛋啦、光仔啦，我哋元朗成隊個個都差唔多，最 friend 一個咯，陳家俊14號咯，揀我諗係阿蛋啦，咁因為我每一次如果要兩個人一組嘅時候，我都會揾佢做 partner 咁樣。外強啦，阿傑啦啲最 friend， 因為咧你做咗好多年嘅隊友。啲新元素啦，咁希望喺球迷多啲入場支持，繼續資助元朗啦，最好入埋場支持啦，多啲入場啦，我哋佢哋入場會帶俾我哋好多嘅動力。多啲入場啦，因為香港足球真係好需要你哋入場，多啲支持本地足球同埋支持我哋元朗足球隊。